河北挖出千年大墓，墙上惊现十字真言：“木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”桌上的珍馐美味，时隔千年依旧色香味俱佳，令人称奇。墙角的罐子里，浓郁的葡萄酒香气，醉得在场所有人飘飘欲仙。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？此话又有何含义？ 正当专家们议论纷纷时，黑暗里一个人影晃过，手电照过去，只见墙上一位男子正笑盈盈地望着考古人员，手中的酒壶正对着面前的菜肴，仿佛是在欢迎闯入者。一九八九年，河北宣化区下八里村这天傍晚，两个村民正在田里忙着浇地，忽然间，怪事发生了。 只见平缓的水流中升起了两个漩涡，走过去一瞧，居然是两个窟窿。用铁钎用力一刨，大堆青色的泥土混着转木屑呈现在两人面前。快去报告村长，又发现古墓了。 原来，早在一九七一年，此地便出土了一座辽代贵族墓，其中发掘的壁画栩栩如生，价值万金，一举轰动了考古界。在后续的挖掘中，找到了墓志铭。这座墓的主人姓张明，名世清辽代归化州人，葬于天庆六年。其生前乃是当地有名的望族。 第二天一早，市文物局便抵达了现场。经过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掘，成功的找到了两座彩绘砖砌的石门，不管是大小还是规格，都与张氏青墓极为相似。而且从空中俯瞰，三座墓呈犄角之势排列，距离最远不过四十七米。为了加以区分，专家将它们命名为 M 一、M 二、M 三号。 因为担心墓中的壁画会被盗墓贼捷足先登，决定立即对 M 二号展开抢救性发掘。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随着石门被打开，一具长方形木箱映入众人眼帘，表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梵文。打开后，里面既没有金银，也看不到玉石，只有一大堆黑色颗粒，在手电照射下闪烁着诡异的光泽。咦，这是啥？ 好奇下，工作人员伸手去翻，下一秒，一枚惨白的人骨露了出来。此时，大伙儿才意识到，眼前的箱子竟然是骨灰盒。啊我 我有最明天河北挖出千年大墓，墙上惊现十字真言：“墓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”桌上的珍馐美味，时隔千年依旧色香味俱佳，令人称奇。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？此话又有何含义？当天晚上，木箱便被送往了研究室。经过化验，里面的黑色颗粒为人体组织焚烧后的残留物。 难怪没有找到棺椁，原来墓主人选择了火葬。但他为何如此呢？正当大伙面露不解时，箱子上的梵文给出了答案。经过破译，竟然是传说中的陀罗尼经咒。据说邪气下葬，能助逝者穿越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与此同时，四周的砖墙上显现出五颜六色的壁画，人物惟妙惟肖，动作逼真传神，还原了死者生前的样貌。坐落于东南角的礼佛图。 主仆相向而立，面对净瓶潜心叩拜。西南壁的备茶图则一改庄重肃穆的氛围，桌椅茶盏俱备，为后代研究辽代饮食提供了一手参考依据。正当众人啧啧惊叹时，天花板上却映出了璀璨的星辰。不同于传统的方形藻井，木顶按照天圆地方的理念，绘出了黄道十二宫。 二十八星宿以及日月星辰的走向，各个形象生动，以假乱真，几乎囊括了几千年以来先贤对宇宙的认知。一时间，专家们对 M 二号的主人充满了兴趣。经过掘地三尺，终于在墓室的底部找到了墓志铭。 原来他叫张公佑，从其生平来看，应该与 M 一号大墓的张世钦同属一个家族。在大伙儿为此发出欢呼雀跃时，另一头 M 三号的发掘现场传来了爆炸性消息：在主墓室的门上拴着一把铁锁。 尽管历经千年岁月，依旧完好无损。正当工作人员打算强行破开时，一位眼尖的专家发现，大门的梁上居然躺着一枚钥匙，好像墓主人故意留下的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木门被推开了。下一秒，里面的场景令众人倒吸一口冷气。只见原本盛放棺椁的地方被一桌酒席取代，杯盘中散发着诱人的色泽。 黑暗里，一个人影一晃而过，空气中隐约弥漫着葡萄酒的芬芳。啊我 河北挖出千年大墓，墙上惊现十字真言：“木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”桌上的珍馐美味，时隔千年依旧色香味俱佳，令人称奇。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？此话又有何含义？当考古人员冒着胆子把手电筒照向角落里时，阴森的一幕出现了。 只见壁画上一男子披发微笑，手中的酒壶面朝着桌上的美味佳肴，仿佛是在欢迎闯入者。经过清理，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，桌上的水果和坛中的葡萄酒居然维持着原样，而这仰仗于墓中极端潮湿的环境。正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这些千年前的琼浆时，对面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两行小字。 木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，都是用朱笔写就，应该是墓主人临终前的遗言。此时此刻，众人的焦点都聚在了一具硕大的箱子上，和 M 二号一样，其表面也用汉字梵文写满了陀罗尼经咒。原以为打开后也可以找到墓主人的尸骸。 却不想，里面装着一堆衣服和两个草人。就在触碰的一刹那，瞬间化为齑粉。若非摄影机拍下了这一幕，恐怕又将为中国考古界增添一道遗憾。眼下可以推断，M 三号墓的主人并没有葬在这里。既然如此，他又为何要在坟里摆放一桌酒席呢？带着疑问，考古队从供桌底部清理出了墓志铭。 和先前的两块不同，在墓志铭与盖板之间还夹杂着几枚散碎的铜钱。从解读的信息可以断定，这座墓的主人名叫张文藻，乃是一号墓张世清的亲叔叔。关于那句简言“墓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”，结合张家所处的辽代，专家揣测应该是世家们伴君如伴虎的写照。毕竟辽代是个短命王朝，再加上当朝统治者又是异族。 围观的汉臣可谓是日日如履薄冰，尤其是像张家这样的地方豪强，今天的辉煌可能就是明天的末日。这一点从两人放弃土葬，选择火葬可见一斑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